咱全台湾过程都是建筑师，但是屏东是目前保持了上关键。一张老照片呢，除了代表着一个时代，也诉说着一个女孩心碎的回忆。说到垦丁，最有名的地标就是鹅銮鼻灯塔，大家一定不晓得，鹅銮鼻灯塔其实藏着很惊人的世界地位哦。在台湾的故事就在星期二晚间10:30，三立台湾台29频道热烈上映。